东子，嗯，我有件事情必须要告诉你，我快死了。艾拉妈妈快不行了。什么快不行了？乳腺癌晚期，大概就几个月吧。她是你妈妈呀。 She is not my mom. Okay. She gave birth to me and that's it. 我有个朋友，他们有很好的治疗癌症的方案，能你资料帮我，我就一帮的愧疚。我现在已经过了不想死的那个过程，我现在是视死如归。我早就给你诊断过了，你这个就典型的狂想症，真的，妄想症患者，就是这样的。哎呀，你这是他妈的说的太正确了。好，你没事不用忙，马上去 Happy。算了，反正我能不用。我刚做了个梦，醒了。你为什么不信基督啊？我快了。妈，小子，谁？哎，妈，妈，是孩子，小子，别打孩子，你疯了！你别提，我告诉你，你妈已经跟你道歉了。这是你亲妈，我告诉你。你少说几句先。非得，你非得陪她，告诉你。先少说几句呀、啊。你说，到时候咱俩谁先走啊？我都好长时间没想到死这事儿。Why do we all have to die? 我们为什么要死啊？